天久违的来北京一趟。哦，我都忘了有多少年没来北京了，兄弟们。哇，你看这种老胡同多有味儿呀！本来想说的有味儿不是指这个，老瓷器口豆汁儿店什么羊水啊，不对。今天就来品尝一下臭名远扬的豆汁，心理压力贼大。来，哎，不是说很难喝的吗？怎么这么好喝的呀？为了确定自己味蕾没问题，猛地再嗦几口。骗您的，自媒体这玩意好好喝呀！哇，再来沾个焦圈，哇塞，好好吃呀！我是不是有病呀？再来给你们表演个溜边儿。豆汁这么好，你们竟然说难喝，你们是不是有病啊？啊，西宝骗人的自媒体。今晚我就来这里吃正宗的啊，南门涮肉。但当我到店看到这么多的人，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。三小时左右。我现在排到几号？320。320。现在排到320号，我是583。行吗？那先去逛逛。为了打发时间，我买了这么杯破玩意儿。不好喝。为了打发时间，我又去溜了个船。好无聊。几经辛苦，终于熬过了一个小时。360。前面还有200多桌，我真的等你个嘚儿撸个羊肉串，就算打过卡了，这家店还是留给神仙去吃吧，你大爷个嘚儿嘚儿。巴黎倍儿甜的一个滴答滴滴豆豆滴答豆滴豆，门框卤煮，哇塞，这么一大锅呀，真的看着就香，闻着更香。卤煮、北冰洋、爆肚和灌肠什么冻，哇。家人们谁懂啊，这玩意儿真的巨好吃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压的差点没把本大爷噎死。那个炸灌肠，这是肠吗？怎么一片一片的？这个是肠吗？灌肠。对，红薯粉做的。哦，我以为真的是肠呢。虽然和肠没有半毛钱关系，但味道是真的挺不错的。再给家人们表演一个怼熏肠啊，各位。哇，太棒了。竟然有人说北京的东西不好吃。那说北京是美食荒漠，其实我是不同意的。我觉得北京的美食还是挺多的呀。你说荒漠，你荒漠到过洛杉矶啊？那行吧，那我们下次再。